修行百颂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，由顶果钦哲法王加以论释。帕当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听瑞地区很长一段时间，拥有无数个弟子。有一天，一个亲近弟子在久违之后抵达听瑞，看到上师如此年迈而感到非常悲伤，于是他问圣者，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，毫无疑问的，你将从一个净土到另一个净土，但我们将会如何？我们能够信任谁？面对热泪盈眶的弟子，帕当巴教导了修行百颂。修行百颂意义深奥又简明易懂，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，这些寄颂中的所有教导都是正统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。品尝最殊胜的佳肴，禅定的细腻滋味。听闻的人们啊，它可以消除饥饿的痛苦。你吃的食物或许美味可口，或清淡无味，或少量，或丰盛，但是到最后，它们全都会变成排泄物。弥勒日巴尊者及其他伟大的瑜伽士可以数个月不进食，并且不感到饥饿。他们知道如何用禅思和禅修来滋养自己，用平静和深刻的洞察力来滋养自己，你将能够在今生和来世享受宁静的滋味。你将远离无明的饥荒，并且自然而然地想要从事禅修。饮用最殊胜的饮品，观照的甘露，听闻的人们啊，它源源不绝，永不间断。不像一般的饮料，观照的甘露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得，而且能够立时解渴。弥勒日巴尊者说，如果你要饮水，那么饮用观照和觉察之茶。如果你想要逐渐克服你的缺点，开展正面的品质，那么你必须时时觉察心的状态，观照行为的重要性以及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。无论在行、住、坐、卧之时，时时刻刻保持全心的观照是重要的，它将带给你力量，并有信心去面对死亡。当你在中阴阶段遭遇骇人的幻象时，你将能够立即意念你的上师和三宝，而这些念头将使你离于恐惧。觉察心将帮助你通过死亡和投生的过程，并在因果业报法则的推动之下，你将继续在修行的道路上前进。所有的行为和修持都应该以观照为指引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应该以三个重点为归念。从事任何行为之时，皆以利益一切众生为发心，用圆满的专注来从事一项行为，不执着于作者、受者和所作的概念。最后，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证悟成佛。在夜间，检视你在白天的行为和念头，忏悔你的过失
和欠考虑的轻率行为并加以补救是好的做法。告诉自己，你已遇见一位上师，领受了他的教导，你不应该做出如此的行径。如果你做出正面的行为，你要把功德回向众生，并誓愿在隔天从事更多的善行。仰赖最殊胜的友伴，本然明觉的智慧，听闻的人们啊，他绝对不会与你分离。你迟早必须和你最挚爱的朋友分离，然而有一个朋友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，即使你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。他即是佛性，是纯然的明觉。你将透过听闻心灵上师的法教而开始发现他的存在。随着你培养出稳定的心灵宁静，以及对实相的深刻洞见，你和这个友人之间的情谊也加深了。最后你将发现他总是在你的身侧，也将常伴你左右。这是你所能够培养的最真实的友谊。寻求最殊胜的指示，如同般纯然的明觉，听闻的人们啊，这样的指示没有出生，也没有死亡。当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中出生的时候，父母欣喜若狂，他们家的人丁兴旺了，香火延续了。当他们年老时，将会有一个人照料他们及他们的财产。然而父母对子女所升起的强烈执着，最后为他们所带来的痛苦折磨往往多过喜乐。尤其如果发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，父母将很难不陷入绝望之中。又有甚者，许多父母可能为了获得财物而造作了许多恶业，他们也将鼓励孩子做同样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从因果业报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伤害了彼此。父母鼓励孩子去享用不义之财，而孩子照做，便延续了恶业，这也使得父母常受苦果。去寻求最殊胜本具的孩子，纯然的明觉来做你的子嗣，不是更好吗？受到迷惘的蒙蔽，你已看不见这个孩子。但是如果你拥有再度寻回这个孩子的明性，那么他将常伴你左右，即使连死亡也无法把他从你身边带走。这个孩子将带领你走向结合了纯然明觉和空性的心性城堡。在空性的状态中挥舞纯然明觉之矛，听闻的人们啊，这种见地是不受一切所困的。你的见地应该如同天空般崇高浩瀚。纯然明觉一旦在心的空性中显现，就不会再被负面的烦恼遮蔽。负面的烦恼反而会成为纯然明觉的庄严宝饰。对见地的了悟是一种不变的状态，没有所谓的升起、停住或止灭。在这种状态之中，纯然明觉观察起心动念，如同一个平静的老人观看嬉戏的孩童，迷惘的念头不再能够影响纯然的明觉，如同一把剑无法穿刺天空。
贝达布对密勒日巴尊者说，当我观修海洋的时候，我的心非常自在，当我观修波浪的时候，我的心纷扰不安，请教导我观修波浪。伟大的瑜伽士密勒日巴回答，波浪是海洋的活动，让波浪在海洋的浩瀚中自行平静下来。念头是纯然明觉的戏耍，念头在纯然明觉中升起，然后又消融于纯然明觉之中。去认清纯然明觉是念头的来处，即是去认清你的念头从来没有所谓的升起、停住或止灭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念头就无法再扰动你的心。当你追逐念头的时候，你就像一只追逐一根木棒的狗，每当木棒被丢掷出去，你就追着跑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检视念头的来处，你将会了解，每一个念头都在明觉的虚空中升起、消融，没有引动其他的念头。你要像一头狮子，不去追逐木棒，而是转身面对那个丢掷木棒的人。你只能对着一头狮子丢掷一次木棒。为了攻下星星这座非造作的城堡，你必须追本溯源，认清念头的来处。否则，一个念头会升起第二个念头，然后升起第三个念头等等。很快的，你将被缅怀过去和计划未来所困，而当下的纯然明觉就完全被遮蔽。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修行者，在户外用供奉在佛堂上的米粒喂养鸽子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在他虔诚投入佛法之前，曾经拥有无数的敌人。这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，现在我的门前有如此多的鸽子，如果我当时拥有那么多的士兵，我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歼灭敌人。他深深陷入这个想法之中，使他无法再控制敌意。他离开隐居的处所，募集了一群佣兵，前去征讨先前的敌人。他从此所造作的恶业，全都起始于一个单纯的妄念。如果你认清念头的空性，而不去巩固强化你的念头，那么每一个念头的升起落下，都将使你对空性有更明晰、更深刻的了悟。在没有念头的状态下，毫不散漫地舍弃观者、听闻的人们呢？这样的禅修是离于昏沉或掉举的。当你的心安住在纯然明觉之中，不思及过去或未来，没有被外境吸引或被心之造作占据的时候，你的心将安住在本然离系的状态之中。在那样的状态中，你不需要刻意的加强戒备来制服你的念头。如一句话所说的，成佛是心的本然离系。一旦你觉知了这种离系，让你的心毫不费力地处于当下，便能够保持